涌向春娇，让他们都知道，让他们都知道，为什么雪地里看不到绿柳条，为什么冬夜里看不到柳荫绕。南方的风是多么温柔地飘，雪是多么凄厉的扫，那春天的气息，那燕子的故事，那柳荫的幸福，那蝴蝶的自在，让他们都知道，让他们都知道。是属于我的，这一辈子除了我死，你别想离开我。金老先生，请你放了我，那20万法郎我不要了。你不想救你母亲了？你不讲信用，答应给我的钱一直都不给我。只要你在这儿乖乖的陪我，我自然会把钱给你。救我母亲是有期限的，你这样拖延时间，我拿了钱也没有用。那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事情。金老先生，你太自私了。我要是救不出我母亲，我会恨你一辈子的。住嘴！再啰嗦我就杀了你。我丈夫曾经在越南住过很长一段时间，有一名越籍的情妇，还生了个女儿。他的精神失常了，与情妇和女儿有关吗？也许，我没生过孩子。我丈夫很喜欢这个女儿，西贡失陷以后，他曾经托朋友去营救，后来听说他的情妇和小玉被杀了。小玉的头被挂在街灯上，我丈夫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有精神崩裂的现象，越来越重。那怎么不拿去治疗？治疗过，可是时好时坏，无法完全痊愈。最近这半年没有再发，我以为他已经恢复正常了。有一位越南女子失踪了，会不会跟你丈夫失踪有关联？说不定，麻烦你告诉警察，帮我查一查。好的。谢谢。今天休息啊，陪我出去玩好吗？你为什么这样看我？不乱吃，走吗？我知道你没有钱，我请客好了，喝酒、吃饭、跳舞随便你。如果那些地方你不想去，那就由你决定，好吗？走吧。好了好了，你不要烦好不好呢？我知道你心烦，再呀，请你出去玩好吗？你干嘛要请我出去玩呢？我根本不想到哪里去玩嘛。不行，我要你去玩，我不要你在电话旁边中间等。艾琳娜，要玩你自己去玩，你何必找我？我没有空嘛。不，我要你陪我。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啰嗦呢？
你明明知道我要在这里等电话。好嘞，我不要听你解释了。你不要听我解释，我还不想听你讲嘞。哎，小玉，你不应该这样对待艾莲娜吗？怎么对待她那是我的事了。哎，小玉，你心情不好，我们都知道。那我们大家住在一起，又都是好朋友。艾莲娜约你出去散散步，有什么错吗？好了好了，他们有错，那是我的错，总该可以了吧？那当然是你的错了，你有错了就得向人家道歉。你没有理由拿人家出气。哦，你不应该因为阮香玉失踪了，你就抹杀人家对你一片心意吗？这桥归桥，路归路，这是两回事。你和阮香玉的关系是一回事儿，你和他的关系又是一回事儿。不管你和他们俩今后发展到什么程度，不管，但是你不应该伤害人家吗？不是我，你即使不愿意，也陪他出去，好不好？他难得休假。不是我这有什么电话，我替你接，我替你处理，好不好？你这。阿林呢？我现在跟你道歉。C'est pas la peine. Moi, je suis gentille avec toi et tu me traites comme ça. Je veux rester dormir à la maison. Alina, tu n'es qu'un espèce de menteur.你怎么会到这儿来呢？把酒给我。哎，你到底怎么搞的？这个地方不是你来的地方。那，你带我走啊。走啊！你走不走啊？快走走走走走。你不生气了？嗯，你呢？我凭什么生气啊？你对我好，我只有感激你才对啊。我不要你感激，只要你的接受。这样可以吗？我帮你找阮香玉。我已经焦头烂额了。哎，我的意思是说，我到处跑，到处找，我很累呀。因为那是把是文的。很精彩的关系好，去找他。好了好了。你一定要帮助小雨。我当然要帮忙。我知道，你有很多朋友，是警察，你要。帮助他找阮香玉，否则你不是朋友。
这件事情我已经帮忙了，我所有的警方的朋友已经给他们打招呼了。那不过你要亲自陪玉明去警察局。亲自？为什么非要我去不可啊？玉明认识我所有的朋友，让他自己直接找他们就可以了。玉明没有你那么瘦。哎呀，受不了。艾琳娜，你知道我另外有事情啊，我已经向报社请假，准备去北京啊。你真的要去北京啊？当然一定要去啊，上一次不是陈老头给我出的主意啊，他说如果一定要找李双双呢，必须自己跑一趟。如果中共大使馆知道你要去找李双双的话，他绝对不会准你。不会啊，我是以观光游览的身份办签证。李双双真是个幸运的女孩，你那么爱她。玉明，很抱歉了，这次不能够尽我全部的力量来帮助你。这是什么话？你已经尽了最大的力量。这样子，你尽管找他们啊，如果需要我出面解决的啊，我还没有去北京以前，一定会替你效劳。谢。对了，那个招人相遇的事情到底现在有没有进展呢？每天守在电话旁边也没什么进展，不过没有关系了，谢谢你。我先回去，待会儿我自个儿到警察局去一趟。再见。Nous pensons que cet homme a un rapport avec les victimes asiatiques. Est-ce que Ran Xiangyu a un rapport avec cet homme? Nous devons orienter nos recherches dans cette direction. On m'a dit que Ran Xiangyu a accompagné un asiatique. Qui vous l'a dit? Le propriétaire de Ran Xiangyu.Nous pensons qu'il y a un moyen de trouver une photo de Ting. S'il vous plaît, identifiez le propriétaire. Xiaoyu. Xiaoyu. Xiaoyu, 饿了吧？吃吧。我不要吃，我要回家。我警告你，不要再惹我发脾气。小玉，乖，快吃吧。我救不了我妈，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你再说活着没有意思，我就拿那个叉子刺死你。Avant ce gars-là, il tuait les gens dans la rue. Et maintenant, il a kidnappé Ran Xiangyu. Et on ne sait même pas comment il va la tuer. 你都不会往好地方想。Ces fous-là, ils n'ont pas de jugement. Ils sont malades psychologiquement. Ah bon? Ouais. Les romans sont comme ça. Xiaoyu.Je suis sûre que le gars qui a kidnappé Ran Xiangyu est un fou. Ah, tu ne peux pas hurler. Pas hurler, da. Vous pensez un meurtrier qui a déjà tué plusieurs hommes asiatiques. Il n'a plus d'intérêt. Maintenant, il cherche une asiatique, et on ne sait même pas comment il va la tuer. Non, ces deux choses ne sont jamais le même homme. Comment sais-tu?Pour le moment, je suis journaliste des arts. Mais avant, je travaillais longtemps comme journaliste tout court. Et j'ai étudié la psychologie criminelle. Je peux vous dire que ce que vous dites est sans fondement. Aïe, 我敢发誓，带走阮江玉的人，绝不是那个。一定是，
我们来带土。哎，我看，不管他是不是同一个人，我们都应该往好处想。即使是同一个人，说不定他还许不会杀死阮香玉呢。哎，对对对，这个阮香玉的相貌，这个不像是个短命的孩子嘛。哎，小鱼，在找不着阮香玉这段期间呢，我觉得营救他母亲的事情不能够停顿。假如停顿的话，将来阮香玉回来，恐怕对他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嗯，这个我知道，可是这可是，电话由我跟艾琳娜，我们俩轮流着听着。如果一有阮香玉的消息，我马上通知你。哎，对，小玉，我不到阮香玉那儿去，我不守电话。这老鸨怎么又追你要钱呢？他说阮香玉走了，要我们补偿啊。这种吸血虫，总有一天会得到报应。哎呀，他要知道什么叫报应的话，他不会要这个钱了。你给他多少？给他多少是另外一回事儿，钱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重要的是阮香玉到底到哪儿去了？哎，对了，这有封信是给阮香玉的。哎呀，这是什么时候了？这还讲究这些个？哎，你看这说一说。这我哪懂啊？上面写的都是越南字儿。哦。哎，什么？这个字儿你懂？废话，我是在越南几十年的老华侨。那这上面写什么东西啊？对方警告阮香玉，不要再把营救他母亲的事告诉第三者，否则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你干什么？又想逃？只要我有一口气在，我一定会想办法离开这里的。你没办法逃走，你永远是属于我的。我不是你的女儿，我不是你的女儿。你是我的女儿，你是我女儿的化身，小玉。我曾经对不起你，为了弥补我的过错，我再也不离开你了。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要去北京观光游览了。对不起，你不能去。哎，你们不是很欢迎外国人去观光游览吗？不错，我们是欢迎很多外国人，但是你例外。哎，因为我们得到新的指示，你已经被列入不受欢迎的人士之一。什么理由啊？因为你是解放报的记者。哦。解放报是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报纸啊，你们国家也是共产主义啊，为什么不欢迎同路人呢？不错，你们虽然在宣扬马克思主义，贵报的记者也有很多人到过北京，可是他们一直在反对中国共产党，他们的报道一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不利的消息。反正你放心了，
我是去观光游览啊，而不是去访问采访新闻啊。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欢迎你，请你到别的地方去观光和游览吧。这是谁下的命令啊？那个周恩来的老婆啊，邓颖超啊，他不是五月份来巴黎访问的时候口口声声的说出来那。你不要说，我们非常了解你到北京去的目的。当然了，你们不是采访新闻，但是也并不是为了去观光和游览。不过我现在申请的是去观光游览呢，你们并没有规定哪一种身份不可以去观光游览，对不对？不错，但是我那为什么不准我去观光游览的签证？否则的话我要求一个书面的答复啊，我就可以公布于世啊，让所有的人知道中共对观光客有所选择的。什么？怎么你准备闹事？我闹什么事啊？我就是要求一个说明啊，你们到底欢迎哪一种观光客，不欢迎哪一种观光客，免得全世界的人误信你们打开铁幕欢迎观光的谎言啊。你再这样闹下去，我就要叫警察了。请啊，也可以顺便告诉他们呢，我叫雷诺，我是解放报的记者啊。今天正好没有发生什么大事情啊，事情闹大了以后可以让几个记者同业好好的发表几篇报道。你在威胁我？随便你这么想，反正你不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啊，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你这是什么态度？领导，这个养老怎么可以这么说话？来，先坐一下啊，我了解一下情况啊。来，雷长青，到我房间坐一下啊。来，不行，我要一个答复。哎，是啊，这事情总是要解决的嘛啊。这是真正的贵州茅台，招待尼克森就是喝的这种酒。在国内，除非贵宾，是很难喝到这种酒的。你尝尝看，它的味道很纯。在我们祖国，就算是高级的首长，也很难有机会喝到这么纯的酒。喝。我不是爱喝酒的。是，我知道。就因为你是江有禄的朋友，所以我们对你才有特别的一份关心啊。你在北京住过，我们那里的政治环境你应该很清楚。就算批准了你到了北京去，你就能一定见得到李双双。无论做些什么事啊，都要有方法。你申请的这是观光签证，北京能让外宾参观的地方你很清楚啊。李双双现在已经送去劳改了，他会让你一个观光客去参观他的劳改营吗？你辛辛苦苦跑去北京，结果也没见着李双双，你不是白跑一趟吗？怎么样，味道不错吧？茅台酒并不完全一样，这就跟你们贵国的白兰地一样，年份好的，味道纯的，讲究是年份，
我们的酒不是讲年份，我们讲是讲水分跟水质。你们真正喝到的酒啊，那不知道掺了多少水了。我不要谈酒啊，我要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看到李双双。哦，哎，这个我向你保证，只要有了李双双的消息，我尽快的让江有禄通知你，好吧？谢谢。老陶，你让我怎么去转告他？我就说，因为李双双跟外国人搞恋爱，所以送去劳改。这话你当然不能这么说了。那我怎么说？我，老姜，你应该劝劝他，劝劝他呀，别那么死心眼儿。天下的美女多的是，为什么非要一定李双双呢？再者说，这个国际不同啊，在生活习惯上、人情风俗都不一样。就算是勉强的结了婚，那将来也没有什么幸福可言嘛。啊，老头，这种话我难得说得出口。你知道我这个人，我不会说那种不是我心里想的话，这个我做不到。哥，这其实你说，这个雷诺呢，应该是咱们同一阵线上的人啊。他对共产党曾经热衷过，哎，只要他在法国报纸上啊写咱们一点好的，少掀咱们的底，这不但对他啊，对李双双有好处。这，哎，你也跟着沾光啊？为什么啊？嘿，我可以向上级汇报啊。说是雷诺所有的转变，这完全是受了你的影响啊。虽然这点小事儿说不上是戴罪立功了，但是起码可以冲淡上级对你看中央日报的印象啊。啊，这是个好机会哦。江有禄这回是没救了，啊！北京啊，现在派盖副部长来，其中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批判江有禄。好，好，领导，江有禄早就该批判了。嗯，这个家伙的成分不好啊，这我们上级会这么宽大的派他出国呀？还有上级老说什么黑猫白猫，抓了耗子就是好猫，江有禄是个好猫，可是他不替我们抓耗子，他替别人抓耗子，那我们不是白养他了吗？这不是啊？对，领导，你再三见解啊，比邓小平同志啊还更精辟，嗯，更有见地，嗯啊，等我回国以后。我反映给上级首长，你是个什么东西呀？你反映给上级首长，你见得到哪一个首长啊？最起码我可以反映给我的姨妈。嗯嗯，又提你姨妈了啊？赵根，盖副部长很快就要来了。哎，好啊，那我们赶快准备啊！就准备什么事儿啊？请客啊！请客。对，在这个盖副部长来了以前，对这个江有禄，领导你放心好啊，我派彭大海寸步不离盯着他。哎，不是盯着他，嗯，相反的，要配合他的需要。哦，为什么？他需要干什么事儿，你们就尽量的帮助他，嗯，需要花多少钱，你们也可以给他报销。因为江有禄现在还有利用的价值，嗯，上级现在交付了他一项重要的任务，嗯，如果这项任务完成了，他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北京，如果这个任务完成不了，哎，那就是江有禄的死路一条了。直接告诉雷蒙，因为我不能为了保护自己而牺牲他和李双双啊。以你的判断，
救出李双双有没有希望。好，那你就把实际的情况分析给雷诺听。万一他把事情揭出来，你放心好了，他会顾到你的安全，至少请他在你没有回北京之前不要在报纸上攻击，他一定会答应的。朋友之间呢，只要坦白，把话说清楚，在可能的范围之内，他一定会帮你忙的。不要把这件事情看得太严重。可问题已经是很严重了。要解决这个问题，你就要去面对雷诺。哦，你赶快去找他吧，说不定他已经动手在写稿了。好，我马上就去找他。好吧。好。你去吧。好，再见。再见。好点没有？哎呦，好不了喽。啊，你看，这个小子老在这儿晃来晃去，就跟这个阴魂不散呀、啊！我让他滚蛋，哎呀，他偏不肯，啊，诚心要把我气死。嗯，爸爸 ，Christophe 是在这里，他担心我嘛。哼，是啊，蜜雪照顾您，我再照顾蜜雪。你给我出去！好。啊，这几天蜜雪都在陪你啊。啊，我看他的气色不太好，恐怕是太累了。哦，来来来，过来让我仔细看看。蜜雪啊，这几天呢、啊、你算是对你父亲尽了孝道。哎，我看呢、啊、还是让他回去休息休息吧。对，是应该回去休息休息啊。那沈教授，我就拜托你了，送他回家。我看这样，我还是暂时留在这儿，让他呀。啊不，这医院这有的是护士。好吧，那我连你讨厌的这个人一块带走好了。哎，不不不，他不能走啊。哎，哎，进来啊。哎，你叫他 Christophe。什么克里斯叽里呱啦的，我说不清楚。岳父大人，你教我。嗯。啊，孙教授，还说你行。岳父大人听你的。嗯，好了好了好了，你们走吧啊。那我就先走了。好，好好养病。谢谢你啊。你要在这里好好照顾爸爸啊、哦。好吧，这个钱给你。不是，不要，不要。你肚子饿了，到餐厅去吃饭。不要，不要。魏副大人，这不下午半点吃，没有问题。你还是拿着好不好？那你见好。哎哎，你这是干什么？啊！我好了好了，沈教授，赶快把米雪带走。好好。哎，走吧。好，爸爸，我走了。哦，我可以好好照顾魏副大人。好。再见，再见，再见，再见。给我坐在这儿。岳父大人，我给你些苹果吃，好不好？对，是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才能消除他们之间的这个隔阂。Christophe 为我受了太多的委屈，我实在不忍心看他为我痛苦。他很好，你的选择也很正确。就因为克里斯多夫可以这么委曲求全，就证明他对你的爱情是很执着的。但是，
你不觉得我爸爸对他太过分了？人心是肉做的，只要你这么长久下去，他就是铁打的心肠，我想都会感动的。我认为对付你爸爸，让你爸爸改变的最好方法，就是以柔克刚。没有用的，我了解我爸爸。这几天要不是因为他生病，我才……好了好了，你听我的，啊。现在第一步啊，他已经原谅你了，下一步、啊、一定是他承认克里斯多夫是他的女婿。他不会承认的。好了，再委曲求全一点啊，在他没有痊愈之前呢，保持你目前这个态度，我想一定会有作用的。啊，对了，要不要找程丽给你弄点吃的？不用了，我只想回房去好好睡一觉。好，那我先回去了啊。沈叔叔，谢谢你送我回家。好好睡啊。再见。再见。陶瑞言会骗我吗？说不定连他都不知道李双双的下落。可恶！哎，雷诺，如果你相信我的话，我回到北京，我去替你打听李双双的下落，然后告诉你，你再通过国际特赦组织设法营救，否则的话，你这样闹，最后他们说没有这个人，或者是李双双失踪了，或者是下落不明，你再说什么都没有用了。是。这种行为太 ridiculous， 幼稚啊！难道说谈恋爱也犯法吗？法，在我们那儿就根本没有什么法，就那宪法修了20多年还没修完呢，更不要说一般的法律了。那他们凭什么判李双双去劳改？凭什么？就凭那领导阶层的一句话。他们怎么说就得怎么做，所以领导要发疯，下面就跟着起哄也发疯，所以才会有那种什么什么三中与四五线的滑稽戏啊。是啊，全中国大陆几亿人口都是，就是做出这种什么什么早请示晚汇报那种无神论的做礼拜奇景。哎，你说就是那个满面红光，满面红光，是是，满面红光，是。Stupide, idiot et enfantin。江有禄啊，你回去北京以后，你一定要帮我打听李双双的下落。没有问题，一定的，你放心。Vous connaissez cet homme ? Merci. Qu'est-ce que vous faites là ? Je donne un coup de téléphone de Ruan Xiangyu. Dès qu'elle vous appelle, oui. Vous m'informez. Oui. D'accord ? D'accord. Ah, Xiangyu.那个跟阮香玉接头的越南人有没有跟阮香玉碰过头啊？哎，你知不知道他住的哪个旅馆？搞不清楚。在哪一区你知道吧？大概是第10区吧。
我要回去一趟。站住！副部长。这是有关于江永禄的汇报资料，放在这儿。是。嗯，很贵吧？哦，丢崩崩。哦，这是名牌啊。你需要用这么名贵的吗？外边卖的很贵，使馆里头是免税的，买的很便宜。副部长，您要是喜欢的，您就笑笑。我先用，等我回北京的时候再还给你。副部长，您就留着用。我留着挺麻烦的，回北京以后没有瓦斯，尤其这种牌子，它有专门的打火石和瓦斯。我有。副部长，您放心，您回北京的时候，我会给您准备很多，您带回去。哦。那就麻烦你了。哪儿的话嘛！啊，应该的。副部长一直对我很栽培，我正苦于没有机会报答他。嗯，江有禄呢？在他住的地方。为什么不把他抓起来？副部长，是这样的，文化处出了点事儿，需要。利用江永禄去办，江永禄有这个能耐吗？副部长，江永禄跟解放报的记者很熟，这件事情需要他去摆平。如果不解决的话，会对人民祖国的形象有很大的破坏性。嗯，你们只知道利用江永禄。万一江有禄利用这个机会叛国，谁来负责？他爱人跟孩子都在北京，不至于吧？江有禄住在哪儿呢？江有禄，来，走，老头。哎，老江，我给你介绍一下，盖副部长，刚从北京来，一到巴黎呢，就急着要看各位。坐。江永禄，你好，我一到了巴黎，就要特地来看看大家，怎么样？在巴黎学习的顺利吗？还好。这位法国朋友是？我中文名字叫艾琳娜。艾琳娜，解放报的记者。啊，你好。你的学习能力很强，中国话说的呱呱叫。谢谢。我想这都是江永禄的教导有方了。不。他是我朋友的。当然是你的朋友，难道说他会是你的爱人吗？哦，老姜啊，盖副部长来了以后，急着想要召集一个会议，希望你跟着一块儿到大使馆去开会。哦，现在就去。是的。哎。哦，那好。艾琳娜，再见。再见。
欢迎盖副部长来巴黎领导我们。向东红同志，是。你很善于看风吹牛拍马。是。这种文化大革命期间流行的个人盲目崇拜，已经不适合现在新的革命潮流了。是。坐下吧。是。我从北京来到巴黎，有几项重要的任务要执行，其中的一项，也就是今天召集各位到这儿来开会的原因。计量科学院接到各国使馆汇报的材料，发现由科学院派到国外的进修生，某些人有了离经叛道的倾向。